特别把我所有的模组都装成那种很油腻的模组，太恶心了吧。还好我看不到。一进来大家都滑成一团这样子。啊，那个 Harvard 那个Harvard 看到是对 Harvard 看到了，这个地图基本上是各种虐心这样子，可是因为它还是比那个什么沉默之丘恶灵古堡短，所以我对我来说还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问题是那个可以记录啊。我说我不是，我是说把那个 L4D 的自定地图做的跟沉默之丘或者是跟恶灵古堡一样的那种，就那种地图大到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那样子。地下の頭发电厂发电所ノーマルじゃないと無理だからね。わなだらけ。我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OK， 不要再秀自己日文了，不要再秀自己的日文下限，该死。那只是普通念出来而已啊。我知道啊，我说不要再秀日文下限。好，那我就地下都发电所。好，我觉得这张地图有点。刚开始就有点太难，太多了。就我，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的。那不然我们下一拜可以排那个神魔之球，然后使用的一个人。嗯，安安，一个人。今天是跟 Fish 姐姐跟那个什么 ，Fish 姐姐跟西瓜哥哥。欢迎 Welcome， 欢迎追随。今天。如果你是炉石来看炉石的，那抱歉，没有炉石。那这个人发射的地方，但是不想改。我靠！我不小心掉到洞里面去。没有，本来掉下来了。没有没有，我想说怎么下去。嗷！摔到屁股。嗷！哇，这楼梯好长。哇，好暗哦！天哪，这太暗了吧？对啊，所以呢，上面已经有人了。上面是已经有人了。你说实话。下去有人吗？没有吧，没有吧，不管不管。我抢着他！我靠！我之前自己玩的时候啊，打开门，差点就冲到我脸上。不是的话，下午。然后这里真的好黑哦，我人肉就什么都看不见。真棒！我把声音调小一下。Reloading。真棒，两个人了。大哥，你干嘛算人数？好，你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伤心哎。两个观众，两个观众，观众。Nicely played, sir. Mother Humper。我们玩这个是自定地图，是有点恶心的自定地图。是 Power Station， 甚至当初在一代比较有名。这太黑了吧，已经黑到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走了。这里比较亮。好，不要急，走这边吧。对。我打到地底下地图。哎，我靠！哎，有人。等一下 等一下，有人追随我。Reloading！ 应该不是追随啊，只是路过，只是退追随。这个地方超危险。耶，好，应该是没人追随啊。如果你追随的话，我看你慢呀，刚刚在激战，我忘了看不到。啊，太激战，这里有什么？Reloading， 不知道，按的会超恐怖哦。F13113，Will，Welcome。Thank you for your follow me, and you will enjoy in here, maybe. And 西瓜哥哥 and 必须姐姐 will love you. Do not show me. No. 你没扣钱的 ，Do not show me， 那就。And I will. 哎，从楼顶的后面，你们帮我走前。来走后面。你到这边都会掉的。不行，我死了。快！哎，不要在那边，这边都会掉的。等一下。
Do I look like one of them? Reloading! I won't have a chance. Reloading! You want to see this picture of blood? Reloading! Really? Don't laugh. Reloading! What difficulty is this? Ordinary.啊，好险！一般就那么难了，写实你是要搞死我？那个要看写实型那个左转那个 H S 大补，有专人为你写实。Hey man, that's not cool。写实，你想要闹死我吗？我看我自己。Get it off me! Get it！ 我就是那种水鬼。哇，好黑哦！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事哎，这张图的那个也太黑了。这张图我可能会分享到我 Facebo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That was a little closer than I thought. 然后就到 Power Station， 有够难，非常难，很难。然后法兰西是在抖动，法兰西是在抖。法兰西是，我觉得不该跟随法兰西斯的画面，法兰西斯不知道有头。他掉到哪里去？然后哈佛死了，哈佛死了。在下面的。好，我们现在跟着 Low Smile S Hole 了，就是西瓜。OK。西瓜哥哥也被成功绑住，我们灭团了。没有，还没有。那个 AI 救了我 ，AI 救了你。对，那个法兰西不知道被冲杀了。这张图的写实太可怕，我觉得。Over here. OK， 完了，结束了。为什么会卡在那里？我觉得刚才那个地方那个通道要两个人去打前面，一个人。两个人打后面，那后面都会掉特感效。我靠，你还被救活！我靠，死逼的往你们后面吐一个胆汁，不是死逼的，技术太差。OK， 看来我们这张图要卡到半夜十二点，应该还没有吧？对 ，Nice one！ 我靠，好黑哦！就算我跟着你画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好 ，OK， 拜拜。哦，看起来像什么特殊僵尸，把他死不了哎、欸！一千血，他是什么僵尸啊？为什么有一千血？他特殊僵尸在那个都心最后一关有机会。Reloading。哦，你说那个赛特选手？对啊，就是本来很帅，然后变僵尸后就整个哈给画这样子。那边有路可以走吗？没有。黑黑的、欸、哦，那是什么？有一个篮球板，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房间啊。篮球板是吗？哦，哇，打开了，哇！ Wait up, I'm healing. 走这边是没错的吗？应该是这边吗？我觉得这里好危险，各种奇怪的事发生。对啊，我也觉得。可以让我们复活吗？我靠！他们来了！我没有武器，我没有武器。把门关上，关灯，躲角落。这游戏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释放到这边，接下来就是 Overwatch。最近 Overwatch 被骂得很凶呢，你不要小看我们 Overwatch。我靠，前面有 smoke， 前面有 smoke。没有，那是 speed 的。这游戏能不能救我？这游戏。好多火，满地
都是我，你朝地上打就可以了，应该吧？I need some help, Bobby. 只剩下一个人，你只剩下一个。我怎么听到那个谁的声音？凡西斯 ，No！ 凡西斯 ，No！ 完蛋了，妈的，只有这个小枪，我打了完哦。人家上去不是有坦克哦。太哈酷啊！给死逼的，前有死逼的，后有僵尸。哎，我们的这个角色叫什么？而且都没有子弹可以用。我靠！来这了，烂死！你叫什么 ？Louis。Louis 开。啊！是那个绑两个辫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这个 Lost in my asshole mate， 这是剑娘的一个绑两个辫子。什么剑娘？太恶心了！你干什么？就坦克？有坦克？好 ，OK， 我看我们要输了。我们要输了。好，打小枪打坦克。这屁的太乱了哦。变成深夜，我觉得他应该就在那电梯门口，等一下一上去看到，而且我在看你屁屁，你不要翘，尿了啦！坦克好生气哦，坦克你在气什么？哦，我还没上去，你准备上去？坦克应该就在门口啊，你等一下一上去就在门口。尽量快点，不能要打的不能快一点哦。OK， 来，我靠，都没人，一个安安静静小小的。哇，门还直接关上，然后一堆僵尸，哇，门还关上，不可能啊！一定要跟你说，一定要让你打一次。烂的，我觉得刚才那个地方要两个人去打，至少要打坦克也给我一个子弹。Reloading， 拿手枪。至少打坦克，让我们子弹。然后这些枪在地上，还在地上打，太恶心！不要打坦克，还在那边僵尸捡到枪，捡到枪。那些僵尸在卡在地上，他们还活着。等一下，我现在留着，怕等下有人倒被他包了。打不死他，妈的，闪电了！而且还在这种地图开动枪，太搞人了，太搞人了！这边要子弹，过来了。哇 ，tank 没有，还有一波。我靠！我靠！那个直接贴到我脸上，而且是好难移动哦！天哪，一堆僵尸卡在一个地方，还要边跳边。Come on, girl, get up！ 等着，我去帮 Harper 包着。You should heal up。他说：“我重要的战力。” Thanks。那个 Harper 跳不起来。哎呀！No， 就都 no。I don't know。那么黑，那么恶心，哎，前几个礼拜对 L4D2 的好印象完全都没了。其实怎样？太恶心了。又来了。Stop it already！ 太恶心了。太搞怪了。死的人鬼就爱搞这种鬼玩，哪个游僵尸游戏都不会红，会红的都是日本、美国的僵尸游戏。酷酷哦，酷酷哦，还在杀僵尸，还在设计这种难关卡，没得起也算酷酷哦，也算酷酷哦。酷酷哦，太酷了！哦，太酷了！我靠，脸上黑白一片。Let me heal you up。不，该死！难怪你们游戏都不会好。Thanks。为什么 ？Reloading！ 然后我看到这个啊！我靠！枪决，好点大的爽！他特别在这种
小角落塞刷就塞死猫的，要不要顺便塞一个汤面？难怪秃头那么容易。Reloading。If I go down。哦，终于。然后人家还是有那种很奇怪的，要帮我。We've done better。啊，你妈！哈哈哈哈哈！八十一，加油！不玩了啦，玩个屌啊！